啊，你们你啊，好，等下播之前可不可以先点个赞啊？拜托，你们也不赞助，也不加会员，那点个赞总可以了吧？好不？可以吗？BO9 哦，冠军战是 BO9 对不对？我看一下哈，应该是 BO9 没错。好 ，BO9 没错，来了。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台湾时间的12月7号。礼拜四，我们终于在我们的频道迎来了冠军战最后一场的系列赛了。AM 打 GLO， 但是没有 Hera， 但是 Viper 是他的搭档，是现在半职的 JD。Liri 打 Viper 加 Jordan 打 Hart， 好。第一张图是 The Wall， 万里长城。先检查文明，没有西班牙。好了，那没事了，没西班牙就 OK。有西班牙我就直接爆气。勃艮第、土耳其、条顿、库曼。以主动性来说的话，是土耳其跟勃艮第，尤其是城堡时代，格兹玛加上火枪兵，城堡 AM 强，帝王库曼条顿强，其他看战术，其他看战术，认真讲，认真讲，啊、哦，主播这礼拜六台北有宝可梦的大型比赛。真假的？等以后小孩子长大，我再带他去。好，这边勃艮第、土耳其，应该就是保兵加上格子马吧？浓一浓，浓一浓就格子马了。嗯。那当然啦，库曼跟勃艮第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城堡开农，然后看情况出兵。那土耳其城堡就开枪了。条顿这里 Viper 先生旅，先生旅看情况再转开农，没事不要太农，就这样。对 Viper 我觉得就很简单，他没有什么不好，不要浓过头就好。那 VIP 这边已经配了个库曼了，他条顿浓起来也很爽，没错。而且这是他的王牌文明，没错。但不要太浓就好，就是他该出僧侣的还是要出，而且要出多。除非勃艮第他转很多很多的肉嘛，然后自己再评估需要库曼出什么。那以后期阵容来说。土耳其要回农的话，比不赢这其他的三个文明嘛，所以就是看城堡有没有打到东西，然后堡第二座有没有插到里面。那、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是 Viper 这边会比较强一点。嗯，然后刚刚有提到，土耳其跟西班牙的差别是，土耳其少僧侣。所以如果你火枪打不进的时候，你不能像西班牙这样转修道院僧侣。西班牙在这个图未必牺牲，他能转僧侣，能传教士，能防守。那土耳其就一定是火枪，但没有别的了，但没有别的了，所以就还是一样吧。西班牙的优先顺位在这个图。还是在我心中是大于西班大于土耳其的。好，那现在去挖石头。现在49酸打43，库曼双 TC 很正常。Viper 的话 ，Viper 还在推这只鹿啊！哇操嘞，你赶快啊！哎，这只鹿到底？
Viper 的路咧？Viper 的路咧？在这里啊，业障重啊 ！Viper，Viper 你的路欸 ，Viper 你的路在这欸 ，Viper，VIP， 哇，刚刚 Viper 跟我一样眼睛有问题啊，没找到啊！你干嘛又回去？你干嘛又回去？跌落神坛，搞一只路搞不定。我好像在那个前几天的版本更新，我才说什么路大家都推得滚瓜烂熟，没有没有，没这回事。哇，一只路搞这么久，哎，这也是为什么二代，哎，大家要说可悲还是很好玩，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人家那个即时战略都还没有享受到，就你还要什么推路什么哇、哦？这游戏不知道是经典还叫可悲，有可悲的地方，也有很经典的地方。我很难评价这款游戏啊，说真的。好啦，那路是推完了，勃艮第这里二木二农城堡，土耳其挖石头，布曼双 TC 目前没事干。Viper 呢 ？Viper 大量挖金，打僧侣，还卖掉石头。Viper 卖掉石头。前几天我有做一个，那个鱼儿有做一个短片，大家看了吗？封印 Viper 真正实力的是那个石头，只要 Viper 没有石头，他会很强哦。为什么 Viper 的血已经半条？因为他去杀这个东西，他没有点织布，所以他来杀这个。他杀雪豹，哦，两个人都来杀雪豹，然后等一下出僧侣就可以补血，所以他没差。哦，两个修道院，加一个 BK， 那边目前还在看战术。Leary 这里。准备上来盖堡，54村打72，勃艮第这边是两个 TC， 加一个修道院，遗迹勃艮第拿一拿，蛮舒服的，额外加食物嘛。那勃艮第城堡中期到帝王初期，搭配土耳其打 Viper， 他们 Jordan 加 Viper 的话，应该会有一些优势。哦，然后我现在画面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场能不能看到革命呢、欸？虽然说革命已经太贵了，没办法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可以玩个革命。如果是以前的勃艮第，这一场我就会看好勃艮第加土耳其。这个后期如果能革命，勃艮第加土耳其，感觉上是有那个画面，画面是有想象出来的那个画面。哦，那现在冲车进来加几只老头呢？3只、4只老头。哎、欸。Viper 这边不是只有要防守、欸、他直接撞进来牵制、欸、VIP 什么时候会打进攻呢？哎呦，我还以为你只是纯守，他 我以为他纯守，结果他是打进攻，他不想被带节奏啊。土耳其火枪3只走进来， Jordan 用建筑学，那这里呢还没有围上，而且有轻骑兵，僧侣出来会被砍。即使是这样子 ，Viper 都毅然决然走过来。他这个打法其实蛮好的，只是惊讶的点是说 Viper 居然会走出来这样子。好，那 Viper 回去开 TC， 这个开 TC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来打这个前线，等于说城堡时间拉长了。哦，那如果最好的比喻就是，你们有看过布丁打这个拜占庭地块吗？安 TC 就不搞经济了嘛，哦，是可以走这个，但是必须说没有人走那一套，因为我们那个比赛经验值太少，那个战术是不行。我觉得不行啊。你现在把城堡时间拉长，撸一下勃艮第，自己开 TC 弄，还是其实说到底 ，Viper 打过来打是为了开 TC， 是吗 ？Viper， 你是什么？其实你过来打是为了开 TC， 想要拉长你浓的时间而已，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Viper， 有可能。现在41村回浓，土耳其火枪走进来。其实条顿跟库曼这个 pick 也很强哦，如果输的话，其实蛮亏的。里面有草原骑兵，加这里僧侣 combo。反倒是城堡反过来做进攻，这是对于游戏节奏，两边的队伍这在这张图都非常的强调游戏节奏。其实也不要讲说这两支队伍，现在世纪帝国城堡中期就那个游戏节奏很重要。现在地形没那么好了，不管是什么图，文明变多，套路很多。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就是后期强的文明 DLC 以后也会出，但是前期强的文明 DLC 也会出。那既然前期能 KO， 干嘛打后期？所以我们先不要管后期新增了几个强力文明，但是只要有前期文明变很多很强的，你就有点没办法。然后这里的草旗被 ban 死，这一波 JD 跟 Viper 的配合是。不是很好看，那我只能说，现在土耳其刚刚被这个 Viper 弄到勃艮第一波，现在 Hart 还没过来真正的支援，现在火枪兵没办法真正意义上的进去，现在还在归嘛，等 Hart 来嘛。他们这一场为什么要拿中期游戏节奏？因为我说了嘛，林北是专业的，你现在城堡中期很多比赛图。城堡中期你没游戏节奏，那你就头洗洗睡了，头洗下去就喊唧唧了嘛，没有在帝王后期的、啊。所以 Liri 现在出很多兵，他归帝王哦，给人家演说归帝王哦，其实根本就不可能。Viper 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对游戏理解是已经，游戏架框就是长这样，除非哪一天版本大改动。真的有影响到超级生态，我在作片跟你们说。现在一边想着格子马加上轻骑兵加上火枪，一边草旗先出来，然后巨友战队现在目前节奏比较好一点点的原因在于，土耳其现在要推进演太久了，你要推你要赶快推，因为 Viper 他已经在弄了。那 Liri 在这边晃来晃去都不好。这个现在就是游戏节奏，现在先被那个居友又先手进来了，所以这个土耳其，你看他不是西班牙，你的机动性很差，机动性很差，这火枪兵很强啊，但是没人要管你啊。所以玩土耳其，他最大的差别跟西班牙，我要讲金句了，你们笔记下来。玩土耳其，你要发挥你的优势，你要直接走进去。把人家逼回来，他不是西班牙牺牲可以游走支援，他不是个支援的料。你今天就是那个火枪要对着人家家门口啊！你在里里到底在干嘛？哇，他打土耳其打得好烂，天哪！刚刚少输出好几下哎。这边倒是 Hart 这一盘解得很漂亮，一直很用力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归功于勃艮第，因为勃艮第经济很强。好，现在格子马解掉了。现在 Viper 有几村？ 75 村，土耳其46。土耳其这边有宝可以接帝王单 TC， 有办法进去吗？
我感觉 Viper 跟 JD 花很多军事，可是没做到太多的事情。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做到什么？他们做到他们农的时间了，已经做到了。什么叫做做很多事？你要杀到二十几村、三十几村才有做事吗？那个叫做屌虐，那已经不是做事。他这个叫做交换，这个只是叫交换，这个就是我调整。转开农位，我为什么要去打？因为我拖时间啊。刚刚其实有讲了，那在我的视角其实没有不行。现在比较不行的是地出啦，土耳其勃艮第地出两个很强的游侠，加上免费化学，这一波是居游战队很难扛的这一波。夹过去之后，条顿加库曼的开农位是会赢。那我觉得这盘 Viper 还是那个男人，就是他3 TC 先上帝王，比这里 Leary 还要快。那我觉得 Leary 土耳其这盘是没有玩好的，我应该用鼓励的方式啊，应该说大家都很厉害的，但是你真的要讲的话， Leary 他可以做更好。石头刚刚囤太久，你可以买卖一波，赶快点帝王。如果你要你不是打双宝战术的话，你把石头留着，要进去插这个宝。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先去，就是你刚刚有15支火枪，应该要直接走过来。嗯，所以在我的视角，这一盘 Viper 做的是最好的，因为他城堡主动出击，然后先开农位，然后争取到很多开农的时间，然后他也不是单 TC 上来，经济很薄。他这里可以出火枪兵嘛，条顿也可以出战矛、火枪都可以，很精彩啊！我知道，我又想我吹我自己了，因为没配合我的讲解，你们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好，现在土耳其火枪兵进来了，一样嘛，帝王还要再讲一下。帝王本来就是 AM 比较强，这个组合勃艮第跟土耳其，现在 JD 有115村点二防帝王，勃艮第也要帝王，但是他的游侠等一下先成型，那一波是 AM 获胜的那一波，看看能不能打掉咯。哇，Viper 在这边拆这个宝， Viper 先手上来比 Leary 快，这个很关键了。土耳其主打的就是地块套餐了，上面有那个化学免费的，现在并没有先手上来宝，反而中间的这个兵线被打断，这里没这个宝很危险哦。为什么？万一 Jordan 分一些兵过来乱杀，嘎嘎乱杀是有可能。现在 Viper 这边火枪出来打游侠格子马，等一下还可以转个战矛打土耳其火枪兵，所以 Viper 这里转兵真没问题啊。团战局好像还是很 OK 耶 ，Viper 单挑可能不行，吃手速不行，团战很 OK。目前第一盘我稽查，我真的很认真。哦，你们应该跟我那刚刚闲聊是不一样的。现在勃艮第游侠2分35秒，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土耳其跟 Viper 有落差。现在这边能解掉吗？火枪兵这里开兵，巨头要全部带走吗？这个宝一解掉 ，JD 就舒服咯。JD 这里库曼游侠血量是比人家牛逼的啊。哇，这里 Hart 解掉巨头，但是还有两台火炮。这里火枪兵对开了，没了没了，进不去了，夹住，居油战队夹住，居油夹住。好，解掉了解掉了，这个火枪没了，夹住夹住。第一盘 OK 了 ，MVP VIP 没错了，就是他，就是他，条顿玩得太好了。第一盘 MVP VIP， 这边夹到了，夹掉了。这个条顿单挑不行，团战意识还是很牛啊！刚刚才看过龙老师的条顿，现在换 Viper 的那个
还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个条顿那个味道不同。现在这边被断粮草了，你知道吗？粮食进不来，现在中间没一个城堡。等一下那个游侠一过来，你就看到那个库曼直接进去了，然后那个土耳其就不见了。土耳其还是不能取代西班牙啦，你赶紧回去，我等一下再复盘好了。这一盘 Liri， 我觉得 Liri 打错了。好，那现在游侠上来160滴血的，看一下咯。不过现在160滴血的是打不赢的啦，因为就你有火枪，他也有啊。那这个火枪也不会比这个烂啊，那不是这样啊？但是人家游侠比你强，你强的时候你没主动出击。你懂我意思吗？就刚刚那个 Viper 那个条顿主动出击很强的啊，那个意识很强，做很多事情，争取到很多事情。这一盘好像没了，感觉上团战局没 Hera 在那边主抠 AN 的决策，团战不行，小问题啦。现在 AM 其实就是缺一个大脑嘛，他们都单挑。基本功很强啊，但是决策小问题。目前看起来这一盘是这样，这边转叉叉，库曼这里转叉叉，没有按到游侠去，按不上去。勃艮第这里村民上来做什么？哎，勃艮第村民上来做什么？喂，哈特干嘛？哈特干嘛？你还没革命欸，你他以为有革命哦、喔？他干嘛？村民太多，自低，走过来，没有欸，不是欸，不是要自低欸，那怎么一回事？现在条顿这里三个宝了，哇靠！刚刚不是还有人说什么 Viper 跌落陨落神坛吗？陨落，这个叫陨落。单挑有小陨落啦，输给 Hera， 但是团战还是很屌啊。第一盘是这样没错，第一盘还是很屌。哇，第一盘很屌。嗯，虽然我现在没有很激动转播，但是那个震撼在我心中。我很冷静在讲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其实这是很震撼。通常最好吃的东西不是说你一直夸哇很好吃，通常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吃了你就不会讲话，你就不用说，都懂了。这一盘就是你如果真的懂这个条顿，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懂了。这一盘很屌。那现在后面土耳其因为刚单 TC 嘛，要发力，现在要回农100村，现在开始做贸易。不过那个 Viper 跟库曼是那个 Jordan 不能打太久，因为如果转到马攻100滴血，那还不好说。哦，如果土耳其有马攻100滴血的，那不好说。因为条顿他们这个阵容蛮怕马攻的。哦，那现在 Liri 要组到马攻去，我看也是很难。现在没钱，没食物，马攻离他很远很远，不可能让你打到马攻去。游侠160滴血也不够力。现在 JD 他这里不上游侠转几兵，就是主轴搭配火枪嘛，几兵火枪加火炮。然后等一下条顿可以走那个金冠，那个什么炮门夺口8+5射程的城堡，直接打保推。这一套的阵容就是从库曼主轴改成游侠条顿主轴，然后你还可以混搭什么，混搭一些条顿武士在里面，假装自己是几兵，结果嘞砍都砍不动，那个游侠很痛苦啊。所以那个组合配兵团战2-2很好看的点就是在这里，你不一定。一定要这样配，就跟我今天米干配红酒，也不错啊，爽啊。
好，这边格斯玛进来点游侠，先起兵再游侠。哇，那这一盘居友真的打得不错，已经不是不错了啦，是很强的，不是不错了。啊，这个厉害，有金冠吗？没有，八加二，点三防，好不好 ？Viper 调五出一下了，这场真能出，这场真的能出，出调五。出条顿武士，这边三 P Liri 火炮塔土耳其，这边格子马进来乱砍，就一只，但是砍九村，来个条五，来个条五，还是你们要最恶心的两家游侠，有钱两家的游侠，有没有这么奢华？要不要这么奢华？敢不敢？条顿加库曼两家游侠，敢不敢啊？最快跑速游侠加最硬游侠，两家游侠游到这个勃艮第，觉得自己160滴血头抬不起来。OK， 这边骑兵打游侠，爽爽吃。哇，这里 Hart 很辛苦，其实这盘 Hart 打不错 ，Liri 也不错，其实他也按照配合在走，可惜。土耳其不是他的 man， 土耳其的 man 是谁就不说了。昨天有那个四一土嘛，那个四一土那个火枪兵，档次不同。现在文明太多了，每个人 man 的都不同，就跟上半场也有人 man 条盾了，但是那个条盾就怪怪的。这个条盾很猛啊，这个条盾真的不是我加水，是真的猛。现在这里游侠正面打不赢了，开始搞一些多线基本功。但现在中央这里的火枪兵嘎嘎乱喷，游侠加匈牙利轻骑兵刷进来。现在家里有游侠，稍微守一下，有火炮塔。Viper 这边。城堡有没有点金冠？现在肉马加骑兵贴上来，这里没火枪，巨头一定掉。好，掉了，这全掉了。好，全掉了，守住，守住。现在巨头战队右边推进去，左边推进去，后面再乱砍，地出没决胜，城堡。被居油条顿卡了一波主动权，做了很多事，打得精彩，策略精彩，配兵精彩，经验值拿出来。Liri 跟 Hart 这一盘没接，没办法接。这边是策略的部分被 Viper 完爆，这一盘是这样，策略部分被完爆。Liri 团战观念还是差了一点的、啊，这个主抠他们没有一个主抠是吧？城堡应该还是要勇敢的走进去、啊，可惜了，这盘没了。来 ，Viper 粉丝聊天室 ，Viper 粉先加一 ，GG， 这一盘是巅峰 Viper 的条顿意识带领的胜利。我先复盘一下啊，认真，真的认真，不加水，不加水。这一场 MVP 一定是 Viper。首先呢，条顿人呢，他如果是及格分数，就是一定出神旅守土耳其，这是及格分。我对 Viper 不敢要求太多，现在真的，因为他我已经期待他很多次了，他就单挑局我期待他很多次，他一直让我失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失望就不是他粉，我一整年都很期待。哦，所以我觉得你及格分就是你有出。条顿武士，你有出僧侣，你正常防守，我觉得 Viper 这盘就及格，因为你主轴是库曼，但他做出超越了60分以上的东西了。哦，就是他这边他自己先手去打进攻的。那这一波你们觉得没什么，但这一波是决胜的超级大关键，他很成功的骗到了 Liri。这边 Liri 我刚好看28村升级。
他走城堡，他可以再早一点升级插城堡，但是他的经济会比较弱，他火枪兵没办法按那么多，所以他走比较夹经济的上城堡盖堡，后手上来。Viper 是卖掉石头，他是为什么愿意卖掉石头？他改变了什么？如果他要打僧侣走开农，他不用卖石头，但是为什么他卖石头？他是为了要抢先手嘛？他要抢先手，从这里开始就已经这一局就布局在那边了，很精彩啊 ！Viper 这里，他先把石头卖掉，先走一个先手，修道院开完之后，他知道他卖石头的价值在那边，所以他不是在家里等。虽然我也觉得说，如果他在家里等，我觉得他也合格了，至少有帮忙补防到。但是他把他卖石头的价值做出来，然后直接掳到 Hart， 就这样子走进来了。那 Liri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他要很果断，直接走进去，他不要回来了。这个土耳其就别回来了。哦，但是 Liri 回来，可能是 Hart call， 他觉得他可能不行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 Hart 觉得可能他不行还是怎样，因为后面还有个库曼会出草原骑兵，他觉得他不行。那3 TC 这个时候有25田，其实要解应该还是可以的。哦。我觉得那个画面在 AM 这边，如果要赢，应该是火枪兵站在这附近，草原骑兵过来解火枪，而不是这边有草骑加僧侣在这里解。那这样子，你土耳其的价值就没了，因为我说了，西班牙它无可取代，它有机动性，但土耳其没有，葡萄牙跟土耳其在这张图都是输给西班牙的。那没有西班牙，我们就可以平起平坐谈其他的火枪文明嘛。那这边土耳其的话，我觉得做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毅然决然的直接把他的进攻面打出来，然后战术选择也有一点问题，就是你如果要有堡，这个时候有堡，你火枪兵走进来之后，你这里就大量走进来之后，你后面就不用囤了，直接走进来，不要演了，直接第二个堡就直接干进来了，然后你的这个画面会是在条顿库曼在他们家里守你这个前置堡，加上可能有二十几只火枪兵，你后面格子马就可以直接过来了，就不用到帝王时代。所以这场是我觉得 AMS 在城堡就输了。那这个是输给谁？输给 Viper。哦，这场很精彩。